联想 Z5 跑分曝光 ,6GB 内存运行骁龙660。或有高配版推出。6月5日，联想在中国即将推出全新旗舰智能手机。联想 Z5。现在这款即将推出的手机已经在 Geekbench 进行了基准测试，我们认为它可能是联想 Z5。从测试信息来看，联想 Z5 将配备高通骁龙660处理器，并开箱即运行安卓 8.1 Oreo。除了 Geekbench 之外，联想 L78011 在 DNA 和 FCC 认证文件中也有出现，这是发布之前需要的。联想 Z5 在 Geekbench 的单核 CPU 测试中获得了1332分，在多核 CPU 测试中获得了4696分，搭配 6GB 内存。根据过去几天发布的信息，我们预计该手机将提供全高清分辨率和 95% 屏幕与机身比率的无边框屏幕。联想 Z5 可能会有多版本的存在，所以高配版有望采用骁龙845芯片组也是有可能性的。对此你期待吗？快在文章下方和大家一起讨论吧。本文2018年6月4发布，部分图片内容来源于互联网，如有问题联系删除。